my god! Oh my god! 哇，是在左边上车的耶，太久了，不习惯了。阿巴嘎巴，我是主角小巧 ，and this is I'm driving girl， 他是我的司机，三尼嘛，三尼，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真的太奇怪的感觉，空气闻到的感觉都又陌生又熟悉。是这一次回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跟草哥我们 plan 了一个 surprise 计划，除了他然后跟广州身边的同事，没有人知道我要回来，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要回来多几天。回新山我的老家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个大惊喜，到时候给你们拍拍他们的 reaction。 三年没有回家了吗？有什么变化呢？大家还记得登登吗？是的，他已经变得一样很肥，但是还有一只叫 Ruby，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它的，现在都已经跟邓邓一样肥了。然后还有呢，我的侄女，我姐姐的孩子会走路了，然后我都还没有见过它，记录下来这一些珍贵的时刻，到时候见啦。在吉隆坡休息差不多3天，把该做的年前工作都做掉，实在是有一点极限操作，但是现在充电能量满满了，可以出发机场啦。两大袋行李满满的礼物，那已经在飞机上啦，好怀念这个摇摇晃晃的小飞机。 It's a long day 这首歌就是在这样的小飞机上写出来的，离家的距离很近很近了，昨天还失眠了，一直在想策略。你在做什么？坐飞机。待会见。星期四接妹妹前检查，看来是没有起疑心的。刚刚九一已经确认了，他们确实在家，因为如果不在家，我们就要去住 hotel 了。所以现在很怕，反正我很紧张。沟通 planning 总发现了一堆问题，现在我们在 reconstructing。明白，明白，明白。这里有地方，对，那你就先躲在这里。OK， 好的，收到了，军师。淡了，我们的计划全部毁了，因为呢我爸爸正在外面，没想到他在浇花，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Ready? Open the door. Surprise! Come home for a few days. 我现在在垃圾旁边，现在让我哥哥把他们两个引进去里面。好了，终于搞了。这个队来回来一下吗？周末帮我拿东西很重，脚痛。礼物 ，Eddie come in also. Because the luggage got some problem, so he asked me to like seal it up. 怎么完全回来没有讲哎哟，错人啊 ！Surprise 吗？好紧张啊！我觉得邻居来来回回看我蹲在这边，应该觉得我是疯子。妹妹的 backpack， 我们的 Nina 黑色那个。收到讯号了，出发。我跟他去玩了，再回来。Surprise 成功，黑哥有没有被 surprise 啊？哎，没有，我以为有一什么 surprise 啊，什么买东西东西。这很重的礼物。进来是你们有一个人进来啊。紧张病受不了。叫我进来，做什么叫我进来？啊啊！
场一定要心脏病，把你们两个凑在一起。Happy 啊 ！Happy New Year！Happy 啊！耶！你记得我吗？你记得我吗？你记不记得我啊？啊？真的吗？我们第一次见面玩不起吧？啊？我已经记得了。不懂我回来，我去吓阿妈。阿妈，阿妈讲过去了。哟，哟，没有看到你嘞。我讲，我耶，你聊的那是讲到呀。没有，我想到你嘞，公婆的老婆。阿妈出现在后面，等一下啊。OK， 你可以摇了。黄金，黄金，很酷哎，这个厚度我喜欢。啊，你帮阿妈做头发哈？没有，妈妈弄了，妈妈弄，妈妈弄的，吹的，我妈妈吹的。刚买了一个小的假发的 bun， 发不够长嘛，是吧？才变了。对，它像飞起来一样的。这个是谁来的？我洗我弟弟吗？所以Joey是什么？Joey是白龙。对，白龙，我的救命恩人。到这边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